在网络上订了一个玩具。骑出来了，哎，看看，来骑看看咯。这台它是脚踩也可以助电助力，然后也可以吹油门。你如果骑累了，你看这吹油门它可以自己动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有时候啊，我们工作很忙，它都会很常常忘记。其实我们身边的道路啊、事物啊，其实都很美。那右手边就是我们店前面的高雄市美术馆，在这里。然后你看看我们前面的道路，真的很漂亮。这样子骑着骑着去上班，其实蛮舒服的。